先我哋喺呢栋嘢入面影相啦，本身见到一个梯嘅，一个梯嘅，跟住再隔篱见到一个人瞓喺度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Nancy 啊，今日咧我哋就会去深圳嘅世界之窗。而家应该系下昼嘅三点咯，我哋而家要赶住入场啦。咁呢度咧分咗系工作售票处啦，同埋系有职员嘅售票处，咁我哋拣咗有职员嘅售票处啦。我哋通过安检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嘟嘟嘟声啦，唔知点解啦，可能系因为我袋入面嗰啲水啊。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广场咯，佢话夜晚八点钟就表演。我依家嚟到罗马啦。對中國嘅內地嘅朋友好有趣嘅對話。啱啱睇皇宮啦，咁先睇咗中國嘅皇宮，跟住再睇咗日本嘅皇宮啦。去到睇日本皇宮嘅時候咧，嗰個朋友 A 咧就話：我覺得咧日本個皇宮冇中國嗰個咁靚咯，日本嗰個比較簡單設計。即係佢另一個朋友就話：你的愛國情緒太嚴重了吧？有馬車啊！真馬咯，但係我影唔切，我就影到佢背面咋。啱啱咧喺我哋影相嘅时候咧，又见到两匹马咁样行过，但系我又系捕捉唔到。呢度咧就系印度嘅圣者。啱啱咧我哋行嘅时候咧，见到有两个人喺度拜神啦，原来咧系拜观世音菩萨，好大嘅嗰个像嚟。但是呢我最后都是没有拍到，我听很多人讲话呢神明的东西就不应该拍的，因为拍的后面你会做东西进去。刚才我们在这栋东西里面拍照，本身看到一个梯的，梯的，再隔离看到一个人躺在这里。大家听到刚才段录音，为什么我听到有 BB 的喊声的？再隔离看到一个人躺在这里。我估我是刚刚录到小朋友扭计的声啫。吓了一跳，谁知原来是假人来的，他好彩啊。缅甸喇叭，缅甸甩巴。靓仔，咁呢个咧就25蚊噶喎。咁咧，我觉得都好香，跟住系一个咁大个嘅椰青咯。呢个好食，有啲似豆皮。嗰、那個比較油咯，但係鹹鹹地嘅好食。想講我食完咗可樂啦，跟住咧買咗一罐八寶粥，呢、這個咧就係8蚊人民幣嘅。佢咧就食買咗條腸，真啊！頭先咧食得太多油炸嘢啦，係時候食呢啲降下火。水果啊，唔通呢个真系建筑物嚟嘅？车就开过嚟啦，请你车辆注意安全，不要穿越护栏。我觉得呢度真系好靓啊，有啲似迪士尼嘅感觉咯。头先有水果啦，跟住而家有个牛牛工场咯。我哋终于嚟咗埃及啦，而家准备咧入去一条好阴森嘅入口。而家準備去探索，係有啲驚嘅，因為咧而家個天咧開始有啲暗啦，上面都係幾黑下咯。我哋終於嚟到呢一個埃及啦，我覺得埃及呢個咧，你真係見到呢一個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宏偉咯。如果有駱駝就好啦，唔知會唔會有駱駝咧？我見到一隻真嘅駱駝啊，係駱駝定係草泥馬？啊，佢喐誒，佢喐誒。买咗一串士多啤梨嘅冰糖葫芦，20蚊。姐姐，你过呢边坐啦。好硬啊！佢嗰啲糖浆，类似系 VR 嘅嘢，佢系叫做 7D 咯 ，7D。我睇下佢究竟有几好玩。佢有个特别推介咧，就系金字塔，试下。我覺得好好玩喎，佢咧係會有啲嘢打你隻腳咯，我諗起啲氣體噴出嚟啦，跟住仲有啲水噴出嚟啦，跟住我哋入去嗰個金字塔咧係穿梭啊，不斷有好多叢林啊，又有蛇咁彈出嚟，我覺得呢個值得玩，係20蚊一次咯，你到時嚟嘅時候可以玩一下。我哋而家就玩完
世界之窗啦喎！我哋三點鐘就嚟到啦，咁一路玩到七點鐘，玩咗四個鐘，跟住之後而家七點半啦，我哋就諗住咧去東門嗰度咧就醫肚啦。雖然頭先已經執食咗好多嘢。今次嘅世界之窗之旅咧就去到呢度先啦喎，中意嘅話就俾個 like 我，有咩問題下面 comments 話俾我聽，撳你嘅左邊就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， 訂閱嘅話你會睇到更加多好好睇嘅 vlog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